準備好嚟咧。好啦，掌聲。當然派極外間同學會第一屆委員就職典禮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聯歡晚宴，現在開始。首先我哋恭请大会典礼嘉宾上台就座，恭请方圆太极内家同学会荣誉会长张伟芬师傅、谢文贤博士、陈国基博士、温岳辉先生、夏振阳先生、邓芬博士后上台就座。亦都恭请方圆太极内家同学会荣誉会长、荣誉会长顾问、好特别会长嘉宾上台就座。再請張國華師傅、鄭寶林師傅、澳門老闆李文恩師傅、郭光師傅、黃光師傅、陳耀倫先生，以及深水埗區議員林家輝先生先生，中華中醫科中藥促進會兒科兒童科會長、香港針灸學會湯會會長陳家發博士、廣州市人大書畫家汪永山老師、中大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志先生在台上。繼續係恭請方圓太極內家拳學會嘉賓劉彪師傅、陳國華師傅、盧漢師傅、葉滿堂師傅、鄭勤師傅、李瑞光師傅、李剛師傅、黃純敏師傅、鄭子平師傅、吳玉書導演、江志強師傅、李錦榮師傅、何敏區師傅、關永生師傅、色慶修師傅、李國全師傅以及黃宇凡師傅上台就座。有請各位。現在恭請主禮嘉賓上台就座，恭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處長陳俊峰先生上台就座，請方圓太極內家拳學會會長方方助學士陪同。繼續恭請廣州市人大環評委員會主任張勇先生上台就座，請方圓太極內家拳學會常務會長何建生博士陪同。恭請世界上小旺太極拳總會會長陳家溝太極拳掌門陳小旺先生上台就座，請方圓太極內家拳學會副會長兼會長吳少強師傅陪同。总会委员会中医组主席吴志佳所经理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功拳学会典礼监督人组师傅陪同。恭请香港医疗辅助会总参事许伟光先生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监督邓广全师傅陪同。广州市政府康健局主任潘光迪先生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监督洪一峰博士陪同。恭请全球百微武术总会永远总监何国锋长老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永远荣誉会长邓显明师傅陪同。电报法律顾问杨永恩博士、杨永恩律师博士公司，以及电报财务顾问李成福律师上台就座。再一次请方圆太极学会的
工作人員啦，見到如果係有典禮嘉賓啦，或者主禮嘉賓，願意未到台前嘅話咧，可以協助佢哋嚟到台前就座。啲去嗰頭影，咁啊唔會影背脊，啊，就影你哋背脊啊，全部。恭请典礼嘉宾郑子平师傅、江志强师傅、何敏驹师傅、戚挺修师傅、黄宇凡师傅、苏西志师傅以及汪永山女士嚟到台前就座。张伟珍先生、余焕芬女士嚟到台上就座。恭请郭铁华先生、邓开明先生。
嚟到台上就坐。可以企入啲啊，因為你係整呢個機前一。